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！谢谢。这个通过大家的掌声能感觉出来。您说说，朋友们喜欢听相声？哦，爱听。尤其天津的观众呢，喜欢听曲艺。哎，曲艺之乡嘛。跟大伙儿说啊，好啊，听曲艺的时候得留神。哦。喜欢归喜欢，嗯，不能入迷。是啊。入迷呀、啊，就容易尴尬。是听相声还尴尬？主要是评书。评书。尤其听评书。是吗？过去有这么一句话。您说。看戏看咒是听书听扣，哎，看戏看咒我懂啊，啊，咱听大咒是听书听扣什么意思？这是评书演员的技巧哦，啊，给大伙儿表演评书，嗯，说着说着说到最激烈、最精彩、最高潮的时候，是拿起这小木头来，哎，就这个，这叫醒木啊，醒木是吧？醒木呢就比可乐好喝，你知道吗？饮料是怎么着、啊就是？不是，这是醒木，就是起到压盐的压盐的作用。哎，说着说着往这一拍，就这么一下，不说了，你瞧，为什么呢？嗯，给大伙儿留下个悬念。悬念啊，让您回去琢磨琢磨，不明白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明天买票接着听来。哦，您还得来、啊、这评书演员心理学方面的东西还人研究，所以说不能入迷。是吗？你一入迷尴尬的准是你、啊、是啊。过去老先生双扣能耐到什么地步您说说，台底下观众兜里装着火车票啊，听完他的评书票准费。嚯，您这话说的，听评书费火车票，就这么大能耐呀、啊，不能吧？咱举个例子啊，您说说，一部老书哪部？三侠五义啊，这是经典啊。赶上台底下观众有这么一位，哦，兜里装着火车票呢。对，第二天呢去南方做生意，远点、嗯、举个例子，去能挣10万块钱。哎呦，那不少。是不去钱就挣不着了。你瞧，听完这段评书呢，嗯，票准费，你知道吗？是吗？那当然了，我听听，给大伙儿模仿模仿。咱来来，学的不好学一点皮毛啊、嗯，就说这扣怎么拴。来来。话说大爷卢芳，二爷韩章，三爷徐庆，四爷蒋平，五爷锦毛鼠博一堂，嘿，南侠展昭展雄飞，北侠欧阳春，双侠丁兆兰丁兆慧，小义是爱虎，这十位英雄正在楼上饮酒，忽听到楼梯口噔噔噔噔噔蹭上了一人，众英雄扭向观瞧，定睛观看，只吓得捏呆呆发愣、这是怎么了？这是我看他们有照相，谁给你照相啊？不尴尬吧？太尴尬了！好家伙，这扣就拴这了。哦，这就拴了。散场，大伙儿都回家了。嗯，您再看这装火车票的，这一位怎么样？听入迷了呀！哦，哎呦，哎呦，我说啊，我打这听的是评书，怎么这么刺激呢？我看这十位英雄能耐太大了呀，给他唬住了，都了不得呀！好家伙，散场回家琢磨，嗯，不琢磨就好点，怎么一琢磨入了迷就容易尴尬，是吗？哎呀，难受啊！哦，路上想啊。哦、来谁了？这是回去的道上，用他们的话说，这十位英雄能耐最大呀、啊，舒胆穿房越脊，如履平地呀、啊，那可不，多大能耐！是上来一个人能把这十个镇住了，你看看，那还了得吗？好家伙，来谁了？嗯，到家里着急，是为什么着急呢？嗯，第二天听不着了。哦，对，你过去也没有个网络，对，也没有个光盘 CD， 是是是，你看不了回放啊。哎，我听不了了，嗯，我这第二天我得出门做生意去，上南方了，我不去钱挣不着了。你看难受啊！哎呀，这来谁的纠结呀、啊！哎呦，着急！你说怎么办呢？我要不去钱挣不着，我要去了，我不知道这人是谁，我这一辈子我也不知道。你说我这活着多尴尬呀、啊！这玩意儿，哎呀，太难受了。治愈的吗？想到半夜想明白了，嗯啊，把这火车票给拿出来了，干嘛呀？撕了，把火车票撕了，不去了。嚯，多哏！这位多大脾气？10万块钱赔得起。哎呦，我倒看看谁能耐这么大。这脾气太哏了。第二天早早班班买头排的票往这一坐。哦，早早就来了。就称这人是谁？嘿，说书的先生不着急啊。啊，他往台这么一站，嗯，收拾收拾桌上的场面，啊，就扇子手绢，一拍的醒目又开始了。开始。书接上回，这叫圆扣。哦，还给您圆上。这圆扣那位当时就得尴尬了。是啊，来回啊。嗯。好嘛，上回书说到，十位英雄正在楼上饮酒，忽听到楼梯口噔噔噔噔噔蹭上了一人，众英雄扭向观瞧，定睛观看，这吓得捏呆呆发愣。要么来者何人？谁？原来是跑台的，上菜。哎呀，上菜啊！对。你答案太突然了，好家伙，什么菜10万呢？这也忒贵点了。说别的没用，怎么着？证明说书的先生能耐大，老先生能耐大。而且呢，我听评书喜欢北京人说书，啊，没有别的意思，干嘛？因为北京话呢接近普通话，
有的独特的地方语言特点，嗯，尤其是文学性比较强的作品，哦，啊，《三国演义》对，大段的战争场面，是 是长坂坡，哎，北京话说出来是干净利落，脆特别是吗？那当然了，咱再来来，再来来，我听听您这，给大伙儿学一点皮毛啊，好，就听嘴里的功夫，要看这个北京人的口脆，哎，就这最功夫到什么地步啊？就跟白凯南拿嘴跳芭蕾舞是一样的，哎，你知道吗？你这嘴也会七千多圈？那当然了，小处圈七千多圈小圈子，哎呦我的妈！我听听，听这嘴啊，有多快？话说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，是清楚。赵云赵子龙，哎，怀揣着幼主额斗，在两军阵前一场大战，全凭着胯下马，掌中亮银枪，嘿，杀了个七进七出，这才闯出了重围。那在党阳桥下见桥上站了一人，原来是张飞张翼德。赵云抱拳拱手：“三将军在上，为小弟甲胄在身，不得施以全礼。”抱着孩子呢。张飞言道：“四弟免礼，胜败。”如何？怎么样？赵云说：“寡不敌众，我是大败而归。”哎呦呦！张飞言道：“四弟不必惊慌，某家在此，料也无妨。嗯、主公在密林之中，你快去保驾。曹兵到此，有我老张抵挡一面。”说着话，一抖着丈八蛇矛，是哇呀呀怪叫啊！行行行，学的不好，学一点皮毛。哎，学的已然很好了。这个东西你就得研究，真好，你知道吗？啊、哦，这是北京话，说出来好听。是啊，要是嘴里有方言、有口音，这一段说出来。就差点意思了，也不尽然吧？怎么呢？您这话太绝对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哎，干嘛非得北京话？外地朋友说书挺多的。哪儿啊？我给你举个例子啊，咱说两个名家吧。您说，单田芳，那大师；刘兰芳，那也是啊。是北京人啊？不是，哪儿的？东北人。人家不说书，人家没用东北土语啊，用东北说这话说着能听吗？咋的了，大哥？让人整了，妈呀，没削过他呀！你没削过谁呀？这不是张飞、赵云呢？这是赵四跟刘能啊！这是好嘛，刚成爱情了。你还甭说东北，你河北一带，哦、包括咱天津，那口音说出来都差点意思。哪儿？天津啊！嘿，您说河北一带，我不抬杠。嗯，天津，嗯，曲艺之乡。对呀、啊，那么多老先生说书。好啊，人家说不了、啊。不行，你方言来不了。这谁说的？一就是你天津话啊，天津味儿。对，地方方言俏皮话，可不是吗？说出来照样好听。哎，一样。这是你说的，我说的，整不好就尴尬了，你信吗？有什么可尴尬的？我说了的尴尬，观众听着也尴尬，你信不信？哎、不能，再来一回啊、哎！我再就尴尬不了。天津话啊，来来，来，试试啊，张飞，天津张飞，这回所塞，哇，好像听着是有点牙碜。话说苍将军赵云赵龙，你等会儿，你会谁？赵龙啊，赵什么？赵龙。赵子龙那子呢？我说了吗？赵龙啊，把子吃了。赵龙，赵龙，怀揣的哪斗？妈呀，哪斗？在两军阵前一场大战，全凭的胯下马，掌中这根枪、啊。这根枪好嘛，杀了个七粗七入啊！哎，真费劲。归齐这才闯入重围。归齐来到党阳桥下见桥上站一人呢啊！你猜是谁？谁？你猜是谁？谁？你们猜是谁？谁呀、啊？太哏了，张飞。呵，赵云说：“我客气客气还客气客气。抱拳拱手，这不是张三爷吗？”哎，好。张飞说：“爷。”哥俩到茶馆了。怎么样了，兄弟？怎么样了？就是怎么样了？有戏吗？嚯、哦，有戏吗？有戏吗？赵云说：“我崴了呀，崴了，我打不过他们呢。”哎呦，他们人太多，一帮一伙的呀。哎呀，我这叫嘛吧，知道吗，哥？嘛呀？我这叫侥幸掌握的，点儿太低。别尴尬了，哦，哦，这么一句，底子嘛，这底我可乐了。过去我们前辈们啊，有这么一句叫“别挨骂了”。您这“别尴尬了”是打哪儿来的？那可不是嘛，语言这方面你不适合，确实不按规律来就尴尬。